这个部分呢，因为第一个时间哈，第一个时间我们是说实在话是反应慢半拍啊，那最主要原因是状况不明，接着包括我们的检测系统无法显示在哪一个区位啊发生意外状况，是有警铃响，但是其实无法判别出是哪个区块出问题。这个部分我们在改建，所以这四十分钟等于我们是浪费了四十分钟，是完全没有作为，还是在这四十分钟我们有做了哪些组织的事情呢？还是会有作为哈。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挖掘状况有异，那虽然状况不明朗，但是我们第一个时间处置就是把各个。